城市到底在究竟谁才是最懂重庆的人呢？名城微剧层面上，山即是城，城即是山，这里是山城，这里是重庆。南山坡上高高的树，风景已换了面目，童年上学崎岖的路已变成了坦途，那些童年话，那些变化，最美还是那山茶花。我的城市就在身边，陪着我们慢慢的长大。清官想子胆在乱闯，找寻隐黑的坏人在乱装，上面不是墙，我在四两块地方，门口的马路变得越来越宽，开九门闭八门，听起口音好像来了很多外地人，回到重庆才发现我的天分，到处街坊悲哀和到处人。做做神啊，就在眼前，在记忆里都不曾改变，条条路啊，百转千变，牵着我走过了一年年。书写城市百科全书，由万州城际空间站万翠城独家冠名播出的《这里是重庆》正在直播，我是班主任李菁，欢迎大家的到来。李老师，晚上好。欢迎欢迎欢迎！今天新一周美妙的文化之旅又开始了，我们的六位嘉宾又是全新的面孔，大家都是经过节目组的层层筛选考核出来的优秀学员。还是老规矩，把大家分成了三个组，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互相了解一下彼此。好。法学博士喜欢在跑步中思考人生的杜教授，搭档在网上开帖分享做菜流程的网红美鱼厨娘，师从茶学泰斗的茶艺师，古琴爱好者山谷，联袂在读研究生，自嘲是九零后里率先长残了的典型朝谦，吃得苦，霸得蛮，不怕死，耐得烦，来自湖南的超级重庆粉丝秦龙，携手清纯的窗外小妹，热爱播音主持的赵涵，谁是最佳拍档？谁是最懂重庆的人？本周见分晓。好，为了再次加深印象，向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从第一组开始。嗯，美丽的风景万里挑一，有趣的灵魂200多斤。欢迎你们二组。我们是山谷绝胖。胖可以不要喘啊。好的，大家好，我是姜。我是美。重庆的姜那么美。美。两个人把重庆的代表了。来，用心吐字，用爱归音。大家好，我们是TF 播音组。哎，感觉我们播音员的队伍很庞大呀。是的。既然大家都准备的那么充分哈，我们也为大家捧上了非常丰富的文化大餐。大家应该知道动画片《千与千寻》，它和日本的名字一个动画片，就是《千与千寻》的神隐是相通的。主人公千寻呢，是穿过一条隧道，跨过了一条小河，就穿越了时空。其实在我们重庆这座魔幻城市也有这么一个地方，闹市区走着走着突然一拐，可能就是一段明城墙或者是一条民国的小巷。今天的答题就从一段神隐之旅开始。渝中区的七星岗到教场口是城市最核心的繁华地带之一，就在这片现代城市建筑群中矗立着一座明代老城门，踏上有着600年历史的城门楼，时光开始放慢和倒转。从这里，我们开始了城市神隐之旅。
沿着通远门往金汤街方向走上四五分钟是领事巷。在一片七八十年代的老房子中，夹杂着一栋风格迥异的建筑，这是英国领事馆的旧址。1890年到1900年，英法美德等国相继在这里开设领事馆。那时这里外国人进进出出，曾是一条很洋盘的街巷。不过现在很多领事馆已不见踪影，年久失修的英国领事馆也早已被遗忘在了历史的时光隧道中。鼓楼巷位于渝中半岛的高处，解放前曾是给全城报时的地方，因此得名。在这里能看到各个年代的老房子，这两栋三层小楼建于60年代，还有30多户居民居住在此。都几年每年来这个出来这个小树就长大了，长得就大了。沿鼓楼巷继续往里走是打枪坝休闲广场，据说清代官兵曾在这里练习射击。如今的打枪坝早已没了震耳欲聋的喧嚣，反而是城市里难得的清静之地。与打枪坝广场一墙之隔就是这里打枪坝水厂，这是重庆历史上的第一座自来水厂，建于1932年。这座水厂的建成让重庆城的居民喝上了自来水。不过现在我在这里看到，这是过去的蓄水池，左右各一个，已经干涸了。那么你知道打枪坝水厂这个地方现在是做什么用的吗？在几百米的街道上，不同的时空在这里交汇，明朝的、清朝的、民国的，我们好像就走在了一条时光隧道当中。现在我们的时光机停留在了1932年，这里的打枪坝水厂是重庆历史上第一座自来水厂。接下来让大家猜一猜它现在的功用 ：A. 观景公园 ；B. 已经废弃了 ；C. 是物资局的宿舍 ；D. 仍然是自来水厂。来，我们亮亮题板，都选择了 A. 观景公园。然后大龙这组播音组也是选择了观景公园，能说说你们为什么选 A 吗？可以，因为有句话叫做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因为原来它的功能就是如此。今天我们依然把它作为观景公园在怀念那段历史。另外一个方面呢，这段历史也代表着重庆人的性格，那就是我们不能忘记过去，我们要更好地看待未来和现在。那杜老师的分析有没有道理呢？我们还是来看看正确答案。水厂从1932年到现在已经有86年的历史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供水。刚刚大家看到的我们这个池子叫原水池，原水池实际上由于我们现在工艺的要求，现在已经废弃了。但是现在大家看，我们现在目前整个打枪坝同样肩负着我们供水的任务。它的整个覆盖区域涉及到我们的高中亚，包括我们的解放碑、教场坎、黄花园以及我们打枪坝。正确答案是 D， 大家都没有想到居然经过了86年，打枪坝水厂还在继续使用。而且有一个，所以它在我们心目中就是那座永不沉没的景观。是，确实它打枪坝水厂在我们重庆很多文保爱好者心目中是不可替代的一个位置。为什么这么说呢？要说到它的这个设计者，名字叫舜锡衡，他是咱们中国的第一个水，称为是中国水电第一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中国的第一座电厂是他设计的，咱们重庆的这座水厂也是他设计的。在他去世92岁高龄去世之后，他愿意把自己安葬在这个水塔之下，让自己的灵魂来陪伴保佑这座水塔。据说当时修建的时候水泥都是没有的，是用石条代替了钢筋水泥，所以我们得自豪地说一句，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设计的、自己建造的，在民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我们来看看图片，给我们，这就是当年建成时的照片，而且可以看出打枪坝是位于咱们重庆的制高点。当时呢，也曾经是也因为是制高点，所以它也曾经是日军轰炸的主要目标。可神奇的是，在日军轰炸的200多次过程当中，这里竟然幸免于难，所以也是一个神奇的所在。好，我们接下来看看三组在第一轮都通吃一份啊。
接下来要加油了，拿掉一个娃娃，拿掉一个，哎呦，拿掉一个，伤心，不用气馁，我们马上继续我们的神隐之旅。没事。从打枪坝下来，穿过一条热闹的街区，经过一家老字号小酒馆，继续往上走，是山城第三步道的其中一段。一座高大的藏式风格的佛塔突然出现眼前，您知道这座佛塔的来历吗？为什么在七星岗这个地方会有一座藏式佛塔？这里给大家的四个选项 A 宗教交流 B 秘密集会 C 镇邪安魂 D 艺术创作。陶金祖来，都选择了 C， 辟邪安魂。难道大龙这组选择了 D， 说说你们是怎么想的？这组却是很有创意啊，可能我们都是艺术生，对我们希望在那儿可以有我们的创作，所以我们有艺术家的足迹。其实我最开始啊是想选 A 的，应该是宗教交流，但是我犹豫了一下，因为刚才那个图片里视频里说了是藏式佛塔，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呢应该是不应该有藏式佛塔的，所以我觉得不仅仅是宗教交流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当时还有一段历史，但是这段历史是怎样的呢？我们来看看片子就知道这些答案了。重庆人喝酒喜欢划拳，有一个酒令叫七星岗闹鬼，其实这只是上半句，下半句是金刚塔镇邪。据说以前七星岗闹鬼，后来又不闹了，为什么呢？据说是因为修了这座菩提金刚塔。菩提金刚塔为藏式佛塔，建在一个凸字形的台基上，首层塔基镌刻着佛说阿弥陀经和阿弥陀经往生咒全文，二层塔基用汉藏两种文字写着菩提金刚塔六个大字，再往上依次是宝瓶、象轮和十番宝盖。说起菩提金刚塔的来历，不得不提到通远门。作为重庆城的陆路门户，通远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惨烈的血战，因此通远门外的七星岗横尸遍野，成了一片乱坟岗。1929年，重庆市首任市长潘文华决定扩建重庆城，将市区的范围扩大到通远门外。为了实施这一计划，潘文华清理了七星岗上所有的荒坟野冢，可附近百姓却对此感到担忧，认为平除荒坟的行动惊扰了沉睡地下的魂灵。为安抚人心，1932年，潘文华请来藏传佛教的活佛指导修建了菩提金刚塔。佛塔建成后，活佛还率数十名喇嘛来此诵经祈祷，超度亡魂。自那以后，民怨得到了平息，七星岗也恢复了宁静。要不说我们重庆话得分四六级呢，一个划拳的言子都是有讲究的，所以正确答案是一组，二组加分。我们的播音组又是一分，出师不利啊，要加油了。其实咱们重庆的神隐之旅线路肯定不止这么一条，那接下来要问一问我们学员，你们还走过哪些有意思的神隐之旅的线路呢？李老师，就接着刚才那个话题聊吧。就咱们节目啊之前介绍过大足石刻，还有潼南的大佛寺，这些佛教的景点，其实当在繁华的都市你工作久了待久了以后，可以到这些地方佛教的地方去熏陶一下自己的心灵。但是大足啊潼南太远啦，咱们主城区其实就有很多值得推荐的这些寺院都可以去看一看。像疯狂的石头里边的罗汉寺，对，就景点太热了嘛，我推荐一个冷门一点的，在九滨路和直港大道交接处的龙凤寺，它是在那个直港大道和九滨路刚好一个 T 字形的路口那儿，有一个天桥，它是一个平层嘛，然后有一个那个像天桥一样，但它往下边走的，你转几个弯然后下去刚好就到江边，它是依山傍江而建的一个寺庙。对，谢谢你来山谷，好像也有好的路线可以推荐。因为以前我家有很多亲戚到重庆来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带他们呢从朝天门坐渡船到慈云寺，然后就沿那个担子石老街
然后一直往索道那边走，然后那条路呢特别有意思，因为你刚刚从繁华的渝中半岛过来以后，那个时候还有渡船，然后现在没有了。刚刚从繁华的渝中半岛过来以后呢，到了那条老街，你忽然一下子就觉得回到了一个旧时光，因为那条线呢有很多很多的那些老的建筑，也就是重庆开埠以后的一些洋行啊，一些老的那些就是美国大使馆啊等等等等，你走到那个地方啊，就特别有一个啊，时光到这里一下停顿了这样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山谷安排的这条线路特别好，包含了几个网红打卡地，比如说那个时候还不是网红，还有索道，你有先见之明。带团。其实李老师，我是外地人，我在重庆这么多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川外的那条铁道，因为千与千寻里面有个铁路，水天相接十分辽阔，但是西镇和川外之间也有一条铁路，我经常和我爱人说我在这边他在那边，因为春天的时候那个铁轨上的青草很多，四边有很多的野花，那么我们手牵手下着蒙蒙细雨，没有好羡慕，打那个伞，突然从后面呢听到有那个汽笛的声音过来，我们跳在一边看着那个车过去以后，两个人傻笑，所以那见证了我的历史，见证了我的青春，那也是一个十分令人回味无穷的地方。杜老师什么时候再演绎一下呀？有杜教授年少时青春的回忆，是不是？其实我今天特别想说，我也见到了我的女神，所以我特别的激动。还好不是女神经，来，好像朝天还有。就是说那个铁路的问题啊，我们现在一定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前段时间有新闻嘛，是吧？也是一男一女男女朋友在铁路上铁轨上拍抖音，结果发生了一些事故，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去学习像杜老师这样的浪漫生活，但是我们不应该提倡大家到铁轨上去玩，太危险了。但是有些文创园真的还有铁轨哦，真的。以后我们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介绍到，大家讨论的很兴奋啊，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也有好多观众留言了，网友8699说今天换新嘉宾了，好期待，他大家都对你们充满了好奇啊。我们加油一下吧。太棒了，加油。LY 爱上重庆说6月2号去了市民盛名世贸环球城，谢谢小编玩得开心。是啊，只要参加了我们的互动答题，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和小编实时互动，每天就会有10名场外观众会成为幸运者，可以获得由盛名世贸环球城提供的120元的欢乐次卡。今天我们刚说到有正史记载的中国最早的女企业家，大家知道是谁吗？她是对，她是进入了史册的富豪一姐，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这么一位传奇的女富豪，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我们一起来了解她。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经济史著作，除对全国各地自然物产的记载，还记录了春秋到秦汉时期的杰出企业家，用当今的观点来看，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富豪榜。从事货殖之业的工商业主不计其数，但按司马迁的眼光，值得载诸史笔名传千古的不过寥寥七人，而八寡妇卿是列入其中的唯一的女性。八寡妇卿这个是早年商夫，商夫过后他能够继承他的祖业，他那个祖业当才长达连山的祖业能够继承下来，而且很善于经营，善于这个是保护自己的产业，最终还成了一个不可数计的这样子一个富商。这位有史可查的第一个富姐是我们重庆人哦，以前听说过没有？没有。我们继续来了解哈，历史榜样。关于八寡妇卿的具体出生地呢，是有一些争议的，有的说他是涪陵人，也有人说他是酉阳人，但是根据长寿县志的记载啊，还有八寡妇卿当时被埋葬的位置，基本上倾向于说他是重庆长寿人。问题来了，大家都知道秦始皇性格暴虐，终身都没有立皇后，为什么偏偏对八寡妇卿另眼相看？这是一道多选题 ，A 美貌 ，B 财富 ，C 聪明 ，D 贞洁。你选的是 B 和 D 第二组。多选题。播音组也给出了 B 和 D 的答案。
这样选山谷绝胖弟，不，我反对，我觉得就是 B 和 D。其实 B 是可以确定的。这个时候我们很紧张，因为我们是有一个他是 B 底嘛，对吧？但是 A、C 和 D 当中还有没有正确答案，或者是都是正确答案呢？我们还是一起来看片子。《史记·霍职列传》对他有这样一段记载：八寡父卿，其先德丹学，而善其力术士，家义不资，卿寡父也，能守其业，用才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真父而克之，为助女怀青台。怀青台是在我们常熟江南原来的千户乡，离真玉山，真玉山也叫龙寨山，一个怀青台一个地方，二个就是八寡父亲的陵墓也埋葬在这个地方，当地农民呢叫神仙洞。八寡父亲生卒于秦惠文王设置八郡之后到秦朝初期，根据史籍记载，八寡父亲一家聚集了数不清的资财，到他掌管经营家业后更是同仆千人，被称为天下第一的丹砂女王。八寡父亲早年丧夫，终身未再嫁，凭借财力而保一方平安，对国家修筑万里长城秦始皇陵给予过资助，秦始皇封其为真父。八寡父亲死后埋葬于家乡今长寿千佛寨沟龙寨山。随后秦始皇又下令在其葬地筑女怀青台，以资表彰与怀念。获此殊荣者在有秦一代并不多见，其事迹《史记》《一统志》《扩地志》等均有记载。八寡父亲早年丧夫，终身没有再嫁，按照当时的习俗，所以正确答案是 B 和 D。 那山谷绝胖一组，你们是怎么想的？怎么想的 A B C D 呢？我觉得他代表他 C 倒是可以理解哈，他肯定很聪明。其实我是这么想的，我漂亮是怎么得来的？我觉得这样一位女性啊，首先咱重庆的本来就出美女啊，对吧？咱们重庆本来就出美女，所以美貌必须得有。然后第二呢，财富八寡父亲肯定是富甲一方的。 C 是什么呢？ C 是什么？ C 是聪明。哎，你想她会做生意又会挣钱，这样的女人肯定很聪明啊。D 是贞洁，这个是咱们的共识嘛。对，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位女性能够被史记所记载，她应该是具备 ABC。 那你的意思是说不漂亮的话可能就不能富甲一方支持国家建设咯？想象是美好的。支持她的那个 A 的观点的，因为是惠理家的女人是最美丽的，忧国忧民的女人是最美丽的，这样的女人在我心目中就和李老师一样，都是女神一样的，是美貌与智慧并存的。这个解答很完美，但是对不起，还是要扣掉一分。山谷，我就是希望扣掉一分。但是可不可以把它切成两半呢？可以放在一边，我们希望你们下一次能够勇加一分。哎、好，接下来两个组各加一分。好，再拿一个。也不行，两个答案的嘛。好，我们接下来再到白应该加两个，对，我们应该加两个。华教授，华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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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生。好，我们现在接下来我们再到白帝城的明良殿去看一看。明良殿是白帝城的一座古老又饱经沧桑的殿宇，始建于东汉，当时称为公孙帝之祠。祠中供奉的是在此称帝的公孙述。明正德年间，四川巡抚林俊认为公孙述是乱臣贼子，毁掉他的塑像，改塑马原、江神、土神，取名三公祠。嘉靖年间，四川巡抚朱千力更名义正祠，祀刘备、诸葛亮、关羽和张飞。25年以后，新任巡抚段锦认为刘备是明君，诸葛亮和关张二将是良臣，遂又将义正祠改名为明良殿。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块匾，汉代明良。汉代明良这四个字的意思呢，就是汉代的明君良臣，而明君指的就是中间的刘备，良臣呢是指的两边的诸葛亮、关羽还有张飞。而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块匾啊，是清代的一个朝廷重臣蔡玉荣所写的，顺治年间呢曾任我们夔州的知府。顺治年间到现在，时间已绵延300多年，牌匾上的代明二字明显不同于日常写法，您知道这当中有何讲究吗？在回答问题之前，班主任要重复刚才导播向我坚定的班规，山谷一组一定要把小玩偶拿下去一个。
还放着呢。但是下面这道题是主观题，要听班主任的了。有机会，刚才片子里说了，牌匾上的代名二字为什么写成那个样子，有什么讲究？很开放，虽然有点难，也是考知识储备的时间了。大家可以在题板上写下一些关键词，我会根据大家的答题内容来加减分。为什么会那么写呢？有什么讲究呢？是一个，片子里记者告诉我们，那是一个袋子，一个名字。袋子那一点放在了下面，名，日子写成了木。名字一定跟那个有关系，反清复明呢。好，快速答题，请亮题板。第二组，地位和忌讳，地位是怎么讲呢？也难。我们认为这个就是彰显的这个人他的地位不足以在右边，我们说右边显左上右下的嘛，就是从左到右念的话应该是这他在左上右下，所以把这一点放到上面，我们觉得和他的地位不相符，这是第一个。而日呢，我们都知道日它是很大的，那么一般指帝王君帝王或者是最高的统治者，如果以此来表述两个人的话，和皇家的这个忌讳是相犯的，所以加一横，既表明了对于他的褒奖，但是又不犯忌讳，同样呢起到了一举多得的作用。我再补充一点，而且的话它总是能把自己的答案非常的圆满化，他是变成木了嘛，就看着你。哎，我们来看看山谷绝胖组给出的答案是反清时代特点。时代特点怎么讲啊？我们着重解释第二点吧。好，解释第二点也可以。那个时候刚才那个倒过来的话，什么明代这个有点犯忌讳吧，所以这是清代写的牌匾。对呀，所以他这不就犯了清代的忌讳吗？哦，所以得改一下呀，不然就反清复明的意思啊。来播音组。这个看看你们怎么说。刚才听了哥哥姐姐们的回答，我们收获颇多。要不要那么强调年龄感？就是说白了，我们都不知道。班主任也是70后的。糟了！我估计我们没了。那会儿，其实我印象当中啊，我小时候学过书法，我学的是隶书，但是在那个我临的碑当中，好像各有各的主意，到底哪一组说的是正确的？我们还是来听听白帝城景区的讲解员是怎么说的，好不好？好。袋子一点在下不在上，而名字呢写的是木月明，这个袋子一点在下呀，代表的是险中求胜的意思，而名字呢木月明，我们刚刚也说的，作者蔡玉荣是清初的一个朝廷重臣，朝廷重臣如果说在这里写下一个名字，那肯定是会被文字狱牵连的，会被杀头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名字呢，它写成的是木月明，木代表窗户，月亮照进窗户里，屋子也就明亮了起来。也就是说，这代名二字是古时书者在书写时因为避讳、字体流变、谋篇布局等原因留下的一体字，并不是别字。原来是因为避讳、字体流变、谋篇布局的原因留下的一体字，不是别字。我觉得答案最准确的其实是山谷一组，对不对？其实两个他们都说到了。我们也是可以的，陆教授也是忌讳，但是走的位置有点偏。然后播音组呢，时代背景好像也挂到那么一点边。李老师最漂亮了。我们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这样的文化，是不是？所以我们的特征对。哎呀，年轻妹妹就是养眼，好吧，大家都加分吧。太仁慈了，是不是？太棒了，李老师太好了。其实我觉得避讳这方面的那个内容呢，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很多，我们经常说的正月，正月是正月嘛。对。为什么叫正月呢？从秦始皇要避讳嬴政2000多年，所以就一直把它谐音叫
正月了，好有意思吧？有意思。另外呢，我们的场外观众也可以进入这里是重庆在新闻 APP 上第一眼的互动专区，和小编实时互动。每天有十名场外观众获得由市民盛明世贸环球城提供的120元的欢乐次卡。欢迎回到课堂。说起网红拍摄地，二厂文创园绝对算一个。不仅外地的朋友喜欢去那里打卡，咱们重庆人也爱去那里凹造型。网友们在网上抛出的照片是这样的，造型要别扭，表情要酷，妥妥的文艺范儿就凹出来了。嗯，除了是网红拍照地，二厂背后其实还有更多的故事。重庆印制二厂的前身是民国时期中央印钞厂的一部分。1953年，经公私合营，正式成立了印制二厂。重庆印制二厂曾是重庆的彩印中心和西南印刷工业的彩印巨头，由彩印西南忙制成。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重庆，凡是精美一点带色的纸片，差不多都是他们印的。1993年，印制二厂和印制三厂合并后，买入一台3800万元的六色凹印机，这是当时整个西南地区最先进的凹印设备。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曾经轰鸣的机器渐渐停歇。2006年，经中国包装总公司批准，印制二厂实施政策性破产，所余有效资产进行环保搬迁，至此，二厂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改革开放之后，印制二厂经历了几十年的辉煌。当时西南地区几乎所有的印刷厂都到二厂来学习和培训，他也派出了很多专家到各地交流。是不是有一点西南地区印刷业的黄埔军校的感觉啊？大不错啊，西南王。不过当时重庆除了印制二厂之外，还有4家比较大的印制企业。那么问题就来了，下面五个选项中哪一样是印制二厂生产的？A 书报， B 粮票， C 烟盒、塑料制品和酒盒。我们今天的编辑组说了，这一道题是我们今天节目的送命题，大家会不会在这一道题里边掉坑呢？我要不要提示一下大家？要好，要好。我们刚才说的印制二厂这个专业技术很强，而且是彩色印刷方面。哎，书报的话好像不太用得到，粮票都选了 C， 二三组选择了 C， 烟盒 D 呢选择了塑料制品。山谷绝棒是怎么想的，总是要出其不意啊。这个必须要山谷老师来讲解一下。但是我又可能忘了，印刷厂生产塑料制品，这个确实开了脑洞，想不通。其实我主要是关注到了，在这个视频里啊，提出一个东西，有一个机器叫凹印机。嗯，哎，我觉得我当时就在幻想，凹印机是印塑料的。凹印，那就是对于这个印刷不了解了。凹印机也可以印其他的，因为我们特别注意到，在这个过程中，它有个那个纸片，我们小的时候就在玩，而且是一种情怀。此外呢，我觉得从我们这个人体的黄金分割点来说 ，C 是人体的黄金分割点，这两个情况下都选 C。杜教授又在圆自己的答案，这回能不能画一个完整的圆呢？来看正确答案。嗯，在那个时候，重庆比较大的印刷厂有5家。其中印制二厂呢是属于规模最大、技术最好的一家印刷企业，它主要是生产烟标、还有挂历和罐头商标，商品上的彩色包装几乎都是二厂生产的。一厂是生产书报，三厂是生产那个酒盒子，四厂呢就是粮票、布票，啊，五厂主要是生产那个塑料制品。所以正确答案是 C， 烟盒。恭喜这两组没有掉进坑里，恭喜你们成功掉坑。好，没问题。继续向大家介绍，2011年印制二厂环保搬迁以后，鹅岭正街1号曾经一度荒废，但是我们现在也知道，它又以最文艺的方式活了过来。这中间经历了什么呢？继续来看片子。2014年。岭空间当代艺术中心创始人周亚新拿到了印制二厂工业遗产改造项目，
他请来了英国皇家美术学院院士、英国皇家注册建筑师艾尔索普，领衔对二厂设计打造。他是一个建筑师里面的艺术家啊，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建筑设计师。历史所形成的图案，他充分的尊重啊，这个尊重不是我们浅表的理解成说啊，我们对好的事物留下来，对不好的事物我们把它改造掉，不是，它是通通的接受。在这样的改造理念指引下，二厂的工业遗产得以完整保留。在此基础上，又加入了丰富而精致的各类型文创业态，并开辟了独有的天台文化。斑驳的老厂又生发出新鲜的梦想，吸引时尚男女、文青、小资寻踪而来，而二厂曾经的辉煌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延续。其实现在不仅在全国，咱们重庆的文创园也非常多，大家平时都会在节假日的时候去逛一逛吗？有没有？有，对吧？哪里？除了二厂之外。除了二厂之外呢，在前一段时间我去了观音桥那边有一个北仓，对，我去了那儿，我觉得那边跟二厂相比可能会有一些小，但是里面也是相当的丰富，也是很多美女帅哥都在打卡拍照。然后令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儿有一个书店，然后很多人在那里可以喝喝咖啡、喝喝茶、看看书，我觉得还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是一个节假日很值得去的一个地方。对，北仓它的前身是一个纺织仓库，其实我们现在都是把一些这个工业遗址，然后把它希望把它盘活，让它再生充满活力。那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现在那么多文创园有一些同质化的现象出现了，大家对于他们这些文创园他们的未来之路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或者建议呢？我们作为观众或者是旁观者，我们觉得文创园首先要有个性，其次要有人性，个性就是您说的要独一无二，人性呢要体现人文关怀，是一种情怀。一个地方呢首先要有一种回忆带着我们过去，然后呢使得我们能够追忆我们曾经的日子，那么最后形成我们的记忆，那么这个地方就会越来越好，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旺。对，它作为工业的遗址可能承载是老一辈人的记忆，但是它作为文创园又可能是聚集了新的一代人的活力和积极了。对对对，山谷，文创园我接触的比较多，因为像重庆的几个文创园我都有一定的交道，就是像北仓他们开园是我去做的，我参与做了一个演出，然后像喵二十的话他们开园是我做的一个茶会，所以我对他们都比较了解。我就觉得现在的文创园呢，我就觉得他们都有一点点小的欠缺，就刚才杜老师讲的那个，就对之前的历史的一个承前启后的一些东西没有太多的体现出来，就包括刚才讲到的那个二厂中央印，是以前的国民党的中央印钞厂，它的那段历史在当中是很难再去看到它的一个时代的一个体现的，因为在国民党时期有了法币以后，在各地印钞这样的一些历史对中国经济的一些影响，它其实是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的。那像妙二十的话，它是一个日化厂，它的前世今生也蛮有故事的。还有像北仓，它也都是这样子。但是呢，好像这些方面呢，每一个那样的文创园都还没有把他们本身的前世今生去做一些很好的体现，这是我的感觉。文创园它最重要的是一个文化创意汇聚和发散的地方，我觉得这方面可能需要大家再去加强努力，而不是很多文创园成为了一个可能比较复制的样子，可能大家流于表面的去打卡呀，或去坐坐喝喝咖啡，其实不是这样的，它应该是一个创意的抒发地和一个创意的交流平台，对吧？那个大龙和赵涵，因为刚才我听到大家说的那几个文创园，说真心话我都没去过。我作为一个外地人，我只去过那个二厂，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宣传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基本都没有听说过刚才所说的北仓，我没有听说过，还有刚才喵二十，对，没有听说过，只去过二厂，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宣传上面一定要再加大力度。那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大家会陆续看到这些文创园详细的介绍，还有它的前世今生。
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好，来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大家的留言。网友小明说：“必须每天都关注，我现在是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回答问题。”感谢你的参与啊！还有黄花地丁说：“我第一次参与评论，是朋友推荐进来了，这节目蛮不错，祝福这里是重庆越办越好，也祝愿你评论获奖。”好，我们进段广告，稍后再回来。在我们的课堂上大部分都是历史课、文化课，不过我们也有音乐课，前几天中山四路音乐唱过了，美食课北碚的煎扇三宝包子也吃过了，下面我们就新开一门影视赏析课。干嘛？你赢了。这部电影不用说了哈，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大部分人都看过了。对，是我们重庆仔儿张一白拍的，电影中的大部分场景也都是在重庆拍摄。现在要考考大家的眼力，刚才片子中出现的电台播音室是在哪个天台上？ A 急救中心天台， B 鹅岭公园天台，二厂文创园天台， D 是建委天台。大家给出了什么样的答案？播音组给出了 C， 二厂，第二组也是 C， 山谷绝胖也是 C。哎，第二组不是没看过这部电影吗？没有，没看过电影，做过功课呀，来节目得做功课呀。而且我以我们这个年龄，应该没问题。那是不是一？我登哥线，我确定，我确定。那是不是一致回答正确了呢？对呀，一起来看。我现在这个地方呢是鹅岭公园的看胜楼，从这个地方能够清楚看到电影中天台上的那个电台，就是被绿色脚手架围起来的那个地方。但正确答案并不是鹅岭公园， City Radio 电台它具体的位置其实是在印制二厂的文创园里。二厂文创园位于鹅岭政协一号，鹅岭公园的对面，是在重庆印制二厂工业遗产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文创公园。他觉得二厂有生活的味道，就是有人的活生生人的味道。搭景所以前后差不多半年，拍了三个月九个月的时间。在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中，除了 H 楼的楼顶搭建的播音室和办公室，邓超撞车的戏也是在二厂拍摄。此外，张天爱和邓超在墙上画的小女孩撑伞的那幅画本来在十八梯，因为十八梯拆迁也被原版复制搬到了二厂。有一天下大雨，有个男生在那儿避雨，原来他在小女孩的手上画的是一把伞。那个电台我是上不去了，但张天爱离开前远望电台的地方就是这里。往上看，往下看，重庆这座山水城市的上下交错，层层叠叠的惊艳立体，迷倒了很多人。电影的热映吸引了很多人来取景地打卡，而二厂独特的气质也使其成为了文艺青年聚集地的代名词。就年代感吧，现在不都流行复古工业风吧，很适合做。我觉得这里挺一番的，拍出来就比较好看，比较有格调，然后觉得和北京的七九八有异曲同工。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到2011年印制二厂搬迁，80多年间，这里的厂房陆续修了30多栋，目前保留下来的有15栋。改造没有动厂房外观的一砖一瓦，只在内部做了加固和再设计。
走在这里，我有一种在不同的时间河流中穿梭的感觉，而时间的见证者就是这些老厂房。现在就想考考大家，在二厂停车场的周围有四栋厂房，你知道它们分别建于什么年代吗？九号楼砖木结构，青瓦，纯木梁。二号楼典型公馆式建筑，楼内是红木地板。一号楼马赛克外墙， H 楼也叫华江楼，贴的白色瓷砖。在答今天最难的一道题之前，要公布一下刚才那道题的答案，是二厂文创园天台。各位都答对了。终于对了，终于对了，那就拿好了，拿好了，要收拾信心。接下来回答这一道连线题，印制二厂由于不同年代的审美和设计风格，造就了一个样式丰富的建筑博物馆。二厂停车场右侧是九号楼、二号楼和一号楼，左侧是华江楼，请问他们分别是建于哪个年代？请连线。哎，提示一下啊，可不可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看看，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楼其实有明显的标志的，比如说瓷砖，那肯定不会是三十年代、四十年代贴上去的，对吧？答好了吗？好了。来，请亮题板。山谷一胖，连的是九号楼是。9302，好，我们把题板先放在这里，一起来看正确答案。那个九号楼是三十年代最早的印刷厂的原址。二号楼是建于四十年代，属于综合楼。一号楼属于八十年代中期成品拆迁。华江楼和31号楼这两栋楼呢是属于为两个厂的合并来修建的。卧云车间的主要设备商就在人家，就是属于九十年代的房子。所以正确答案是九号楼是三十年代修建的，二号楼是四十年代，一号楼是八十年代，华江楼是九十年代修建的。没想到啊，全都答对了，你们太棒了！太标准了，这道题很简单，这道题。为什么会很简单呢？因为是这样的哈，首先先排除法嘛，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肯定不会用瓷砖和那个马赛克对吧？对。好，然后我们就来分瓷砖先有还是马赛克先瓷砖先有还是马赛克先有？作为一个八五年的，然后会脑海中一下就浮现出来了，先修的房子是马赛克的，后修的房子绝对是就用的瓷砖的，然后前边的那个砖木墙构的，对吧？砖那个然后就三十年代的最老嘛，排除法很简单的，李经理，太棒了，你们太聪明了，你看这一点儿，你们聪明这一点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已经看出来了。用户兔子20008说，好难啊，这期的节目需要知识面比较广，还需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非二不正也给你们点赞说，感觉这期学员特有学识啊，都是有备而来的学员。一个是比心，我们也比心，来，我们也比心。那我们也比一个吧。我们要比两个。我们刚才看到了一个印刷二厂，就浓缩了咱们重庆八十年的工业历史，是不是还是有一点神隐的味道啊？没错，我们重庆这座城市的历史从来没有远去。就在我们的华泉声中，可能也在你我家的隔壁。最后的时间，我们来看看三组得分情况。山谷一绝，一胖啊，绝胖，绝胖，太拗口了，把老师都考住了，得四分。然后辣妹美组合，一二三，辣妹，哇，秘籍和矩阵呢？我眼睛都花了8个，对，收获颇丰。我们的播音组斩获5个。实际上我没有把宝压在你们身上，没想到你们表现也很出色。你们俩其实都是外地人呀。对，是。来拿上话筒说一说，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节目感觉如何？非常激动，因为虽然我是湖南人，但是我最爱的城市，这么说好不好？就是重庆。所以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湖南老乡很远。重庆台，重庆的 logo 看到了没有？其实呢，我是山西人，对，跟杜老师是老乡儿，对，
来比个心啊。那其实呢，作为新一期的嘉宾，我是六位当中年龄最小的，也是就是阅历也是很少嘛。第一次参加节目，觉得跟各位前辈们还有我们的美女的主持人，我的女神前辈在一起，还是蛮有压力的。因为作为一个外地人来说，对于重庆的认知还是相当少的。但是我觉得，第一节课收获颇丰。对，那给你们鼓掌。对，好，谢谢大家。收获颇丰。来，我们这一期的冠军，这一天的冠军第二组来发表一下感言，获奖感言。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因为这座城爱上所有人。今天参加节目，两个感慨，第一个是温暖，这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向大家学习。第二个快乐，见到了我快乐中想见的人，而且分享了这段快乐的时光，我得到了快乐的知识，我会继续加油的。耶、yeah ，好有诗意。美厨娘，我从5月15号开播以后，咱们节目开播以后就追着在看，然后也在朋友圈不停的推荐大家来观看咱们这个节目。我觉得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重庆门类，好，这个节目真的是非常的接地气，而且咱们记者发掘的很多点、很多素材是身为一个重庆人居然不知道的，所以我边看也在边感叹，哎，假重庆人收获也是很大的。对对对，但是通过咱们的节目，特别是现场参与，感觉更不一样了。那对，还有8个娃娃给我们扎气，心里现在哎飘的，再接再厉啊！对对对，其实山谷组你们这组是不是压力太大了？没有，我们一直以为你们这组是学霸级别的。其实我压力有点大，主要是因为山谷老师确实是，山谷老师非常优秀啊，然后山谷老师这个是吧，茶道各方面。